你这里不对吧？怎么会在这个上面呢？你觉得这样可以看吗？那老师，那现在？现在重做啊，要不然我怎么办？老师重做，可是已经四月了耶。我知道已经四月啦、啊，要不然我们明年四月见好了。哇，真炫，还不错嘛。哎，晚上去看电影好不好？你上次说的那一部电影已经上映了。看电影了啦，自己去看。我心情不好。为什么心情不好啊？你看，我上次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做出来这些图，还是被教授推荐。哎，我搞不懂哎，比我差的都过了哎，就偏偏退我的，为什么莫名其妙？你画的这种图，连我看了都觉得烂毙了，当然教授会把你推荐啊。哎，你说什么啊？怎么叫的？哎，你说谁叫？你不要以为自己很行就看不起别人好不好？我就是看不起你，只会出一张嘴，什么都不会做。你，他自己图画不好，然后被推荐就怪在我身上。图被退，怎么回事？我要是知道怎么回事，就不会被推荐了。我知道你图被退很惨没有错，可是你不想欺负别人啊。哎，你还帮他哦？拜托，图被退是我哎，我倒霉哎，你们还这个样子，算什么好朋友啊？算了，不要走。真的很讨厌，这么晚下课啊，肚子超饿的。要不要吃东西啊？哎，这是一定要的。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啊？这是新天堂乐园的配乐，它跟海上钢琴师是同一个作曲家。哎，对了，你数位相机可不可以录音啊？可以啊，而且还可以顺便拍照留念哦。哎，那好，我们就照张相好了。好。在想什么啊？想男朋友？哎，算了吧。嗯，你知道光耀跟坤分吗？嗯，我知道啊。他们前阵子闹翻了，没想到现在还一直怄气。吵架真神奇耶！你们感情不是很好的吗？怎么会吵架？哎呦，就是因为光耀他的图被退啊，然后坤分刚好在这时候惹到他，就一直僵持到现在。我没想到毕业之前还会发生这种事，真是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嗯，我想他们应该不是真的翻脸吧？
可能是因为之前吵架的关系，所以双方都拉不下脸来跟对方道歉。我想经过这次事件之后，他们应该有机会可以好好想一想，也可以冷静一下。嗯，我知道了。下午来这边吹海风超爽的。是啊，夕阳又那么的棒。当当当当。嗯？哎，给你一条。给我的？这什么啊？庆祝我们三个人认识两周年的礼物啊！错看呢，两周年，谢啦谢啦。怂逼的。怂逼了，我挑很久哎。就说嘛，哎，你怎么这样讲？错了。嗯，好吧，那就祝我们友谊长存喽。好。嗯。友谊长存。到呢，我才刚放过而已啊。不然你打电话给雨冰好了，看他有没有那个票。哎，怎么办？都没有人接啦。我帮你找一下通讯。哎，那好像是光耀哎。车没油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哦，车子早就没油。你怎么可以忘记加油啊你？就知道。哎，啊，光耀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啊，喏，跟你一样咯，而且我的车子也没油了。我们都要毕业了，虽然此后每个人的路不同，我要当兵，宽奋要多留一年，静怡则考上研究所，也许将来的路见面机会会不太多，但是好朋友嘛，相信我们会是永远的好朋友。祝友谊长存。三，光耀喊好了，光耀喊，就比三，三的时候好，三的时候。
琴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啊？哎，这是海上钢琴师的飞鱼，对不起。哇，真好听！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啊？这是海上，对不起。就是这样，想不到啊，对不起。好，你懂什么？怎么那边叫叫叫？走。哎、欸，你说什么啊？你懂什么你？你叫什么叫？你说谁在叫叫叫？你。他自己图画的不好，就迁怒在我身上。对不起。最后一个是需要你自己讲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学姐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是提车停下来，对对，就是这，就是他前面都是我们三个人，哦对对对对对，刚刚有画到，所以就这三段，哎，现在在拍什么？拍集锦呢？哦，哎呀，然后你的背看一下，你的背，摄影师很赞，赞，摄影师赞赞。好了啦，你们都已经拍太多了啦，留给那些没有拍到的啦。那我们来帮你拍摄影师好了。我们应该拿一面镜子过来。啊，对对对。